大都会，纽约是全球的心脏，曼哈顿是世界的中心，世界的风向标， Times Square 是人类的心脏的心脏。 Times Square 过去是人山人海，现在的游人是寥寥无几，好像是很快就会恢复了。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，跟随我的进程。要不我会感谢美国。你房子不是我的吗？那是小时候想玩这个，那去海边方便。对啊，海边方便比较漂亮。探险也有可能调查了已经很久了。总统干啥？我这不算什么吧？打个电话通通。
了还是。Are you ready to go? This time tomorrow we'll be on the road, riding with you in the sunnier day.